你还有脸吃？哎，不是，我怎么就没脸吃了？各位，这他怎么了？我说，啊？ 不是你们看我干嘛呀？我不应该吃吗？吃，必须得吃，而且还得多吃点。贺侍卫昨天熬了一夜，辛苦了。啊，没有。屈才，给他多拿点吃的来。不用了，哥哥，我这些就够了。您对我也太好了。哎呀，刘仙儿，你怎么变成这样了？ 一个馒头还跟我玩声东击西，读兵法了。让一下。不是，七仔你什么意思呀？一驴啊这是，还拿个洗脸盆，干嘛这是呀？ 你们大家听我解释啊，不是你们想的那样。梦丹姑娘，我什么都没干，什么都没发生。昨天是我就是不明白了，什么时候了啊？和珅已经来到了济南，大人在牢里边，咱们每天受到别人的监视，怎么还有人不懂事呢？还有人夜不归宿，还有人不爱惜自己的身体，不以大局为重呢？听不懂。 你怎么指桑骂槐啊？我怎么不以大局为重了？我昨天碰到夫人，我吃饱了，我去大牢里给大人送点银子，你们慢点吃啊，慢点吃。木南。